这就是你说的自由啊！从现在开始，给你24小时的时间，享受你的自由。还真是个马屁。怎么了，何云飞？爸爸跟你说过，不可以。小宝，妈咪给你买，今天我是自由身，谁都管不了我。 老板，要个棉花糖。谢谢啊，多少钱啊？25。我来。下不为例啊！你别动，我觉得有人在偷拍，肯定是来写我的。你看我不手撕了他们！干什么？ 是我安排的呀，既然我们管不了那些坏人的手段，那我们就制造一些粉红色的帖子，把他们都盖下去。好招啊！那就让他们看看我们一家三口到底有多幸福。啊！来吧。 开心一点啊！哎，来整理一下，去吧，打个招呼啊。